行政院公布高铁外头到屏东去，不用做延安。也个高雄市政府就讲吼，党唔头痛，应该用建议高雄市中心的方案，希望汉白可能会有门内查站。不过屏东严重排名往起再个强调，唔希望县级的政治后拦水来误导屏东县落后为几下年的交通建设。然后就想要让骗取屏东人的选票，事实上屏东人也不答应。昨日行政院核定的高铁南延安铁骗票政策，高雄市政府指出，左营站到屏东站长17.5公里，行程以平均1.钟一表，行表的次数唔多，载运量也无天朝外好，下摆唔但止屏东站会变作无奈茶站，连带还会影响到左营站支线的营运。你现在的左营站三个月台六股道，事实上已经，如果说平常如果是比较尖峰的时间，事实上它营运的时候已经慢慢的会要达到饱和的这种情况。这么重要的一个投资案，要花5-600亿的钱，然后呢，有可能又盖出一个蚊子铁轨、蚊子车站。高雄市政府强调，希望中央做的那面高铁业到高雄市中心的方案，甚至做的透过高雄捷运，收工延伸到屏东也是筹足。不过屏东县长潘美兰表示，高铁南延在屏东应该持咩期望？唔希望因为先机杀南延去争取个后拦水。有些不需要的人，他不能去抹杀需要的人，这些是一个基本的。所以我们个人认为，我不想陷入什么任何的政治口水。高铁南延屏东下摆会对南台湾三线轨道的影响，不过对于路线的问题，高屏两市县政府煞有无相同的看法。往后还要做的整合出两体的共识，要看中央的态度。下届新闻陈文玲高雄屏东报道。